你好，我是浩，我们再一次回来返校。那我们的 last part 呢，我把那个方乃馨逼上了跳楼跳，哎，那个什么上吊的情节，那个是坏的情节啊。那这个呢有好的情节，那我们要去到这个，哎呀 bonus part 啊，这个来到第四章这边。And then, 我来到 Bonner Pass 那个是坏的啊，原来我们那个最后一个是坏的哎呀，来我们又回到这边，我们要往好的结局那边走哎呀，原来有双绝技啊，我现在还知道啊。OK， 又再一次的回来到了这个返校。哎呀，原来呀，我们有 bonus pass， 就是双绝技。那是坏的绝技啊，他上吊的那个，也是坏的。OK， 这里，这边跟他对话。这里我们要选择的是失去自我，相信人们有自由，渴望着活出自己，害怕失去自我，就是你就是我啊！这里啊，这边你就是我，一定要点那个另外一个他问到的题，然后答他的问题，然后就写你就是我，就一定要点他回答。OK， 好，这里第二道问题，王子基本崩溃，请领我过去的，我是，哎，不是哦，这里不是第一道问题，哎呀，细仔包 ，OK， 这边，就是你充满了热情，尽力参与学校的活动，表现才能。和师长的关心，这里出了事，要谁都会一个光。对你的选择，这边就是要选这个逃避躲藏。OK， 总是有容身之处，你就是我。OK， 这边对了过后，季节性这是科学，那你看是这么啊？这边第三个问题。第三个问题就是事在人为啊，那这不是他你的目标，他就在你身边，你要找回自己，你就是我哈，这里就是这边，你就是我，一定要你就是我，你只要看到后面你就是我就对了。 yes bonus pass哎呀，锁住了，不是走这边，哈哈，走错路。喂，这边，走出去，然后他这边又有一道问题。沉浸术，永远无法挽回。OK， 好，这边。OK， 我们又来到第四个问题了，这个是第四个问题，也找回自己的依靠，从无法的恐惧，然而有一天，你要从一分分的离开，面对失去依靠的现实吧，你如何选择？你要强夺免回白教官的目光，也让人窒息，你紧绷的脸色表现不迟钝，在瞬间你达成了坚定的选择，爱国者，没想到这么困难，对吧？你就是我哈 ，OK， yes， 这个四个问题我们都已经答了。抽烟，
OK， 我们这里就往回走。哦，你看啊，这个时候这边就，这里就变了，这个剧情它变成那个纸飞机哦，它变成纸飞机哦。啊，你看你看，剧情变了 ，yes yes yes， 嘿，开门。张明辉，你这边的监控的反政府信息，失走听说将这非法聚会，本局已经掌握有关的证据，现在医院老板认为你确实外国了，不要反抗，否则我们直接格杀无论。哎呀，不写信吗？啊，这里变了。看来这是难逃也罢，那可是脑中巨剑的东西。哎，哇哦，为什么人不应该重生而自由吗？自己思想和生活无法恐惧，自由性啊，这些自由的。哎呀，我还没读完。和你在一起时，总就有一个幸福的感觉。我总不禁想着，想要总有一个人拼命的度日，结局终究是痴人说梦。哎呀，我也是一身雪白，孤单。至少不解融入这个世界呢。哎呀，这里的剧情很感人呢。继续消失啊，慢慢消失啊。嗯，哎，这里有声音啊，喂。声音耶，这里玉华三生著名的民宅。诶，哦，这是谁？这个阿伯是谁？阿伯抗议勾结，现在大阪就是他的一旁也是抗议的部分。嗯，嗯，诶，单一的飞碟，哎，要拆了，全要拆了。这个是谁呀？这个。哎，变天下不得，变天地狱。这个阿婆还在啊，阿婆。嗯，这个是谁呀？这个，哇哦，诶，一张姓名，韦中庭，韦义士的，啊？他是韦中庭啊！哎呀，我忘哦，我知道了，他只是被判15年的那个牢狱哦。原来，喂，这个安哥是谁？你懂吗？是其中一个学生啊！啊，你看，哇哦，这个有 feel 哦，有 feel。这个有 feel， 一切就和我身体一样，哎，有 feel， 有 feel，
哇哦，诶，这些都是介绍这些制作人诶，你看，哇，有 feel 诶，有 feel。这个还是好的结局嘛，那个坏的结局，假赛哟！哇，你看，一开始我们就是从这边玩到一个 last part，然后这个 bonus pass，这个还有 feel 吗？这个还算有 feel。这个有 feel 有 feel，有 feel 啦，这个最有 feel 就是这个哇，好的结局跟坏的结局就是有两大差别，哇，很和谐的音乐，要走去哪里哦？我就按住走吧哦，有东西可以碰就碰。有 feel 哦，有 feel，这个真的有 feel。啊，这里可以进啊，进去。有 feel 哦，这个有 feel，超级有 feel。诶，哦，这个是它的位置。啊，坐下来哟！坐下来，还等谁？这荧幕又移去中间了。啊！很放内心啊！这个就是他们当初的，哎呀！这个还是好的结局嘛！我老诶，我玩什么烂的结局，将烂，早知道去看一些。啊，这个还是好的结局嘛，有 feel 有 feel 啦，这个 feel 真的是好啊。这个还是有 feel 的吗？玩什么烂的结局？哎呀，早知道这样子选不是更好？谁想到哦？哎 这个还是好的结局。哎呀，这个还是最有 feel 的。我不知道我讲了几轮。我玩得很开心哦，这个，哎，这个是我有史以来最有 last part 和 bonus part 的结局。哎呀，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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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哒
吃嘴游戏。耶、yeah! ！我们终于玩完了这个，哇！你看这个，哎呀，消耗啦，消耗！你看这个，哎呦，留下永远的回忆，我们曾经在一起。哎呀，这个，完了，我这个 Porno Pass， 哎呦，好爽啊！那，哎，哇，完了，这个有 feel 哦，有双结局，一个是烂的结局，一个是。坏的结局，一个好的结局，这个好的结局还是最好的。那
返校也是在最近刚上电影呢，那有时间的话我还会去看看一下这个返校的电影。那如果喜欢的话点个赞分享出去，还有订阅我，如果订阅的人已经订阅了就不要忘记按旁边那个小铃铛，这样就不会错过新的影片了。那我们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，我们下一集见，不是下一集，是下一个影片见，拜拜。